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 SR71 黑鸟，这架飞机就是目前为止飞得最快的一架飞机，火箭的飞机除外，就正常的飞机，这架飞机是飞得最快的。但是现在这架飞机退役了，然后我的这架是涂装，是 NASA 的一个涂装。这个模型有几个设计的比较有意思的点，它真飞机是有影射喷口的，然后它模型它也搞了一个影射喷口。我之前还拍过视频讲这影射喷口，它这个模型是有的，但是在模型上使用是没什么用，而且会损失推力。像它这个的话就设计的不是很好，我感觉是没什么用。然后这架模型的这个厂家就是之前我那个 B2 的那个厂家，它的轮子之前是塑料的，现在也给它换成了海绵的。这个还有收放的起落架，前后都有，就是这个收放起落架用的是舵机，比较水，稍微重一点可能就会断掉，不太行。现在这个飞机动力用的是两个64涵道，来测一下推重比。哎，我操，暴躁，非常暴躁。试一下舵面，拉杆推杆，可以正常，复议，右左右左正常。就是电条有点问题，一卡一卡的。走一下，看直线能不能跑得直，跑得直就直接起吧。哎，怎么老是往左边跑？啊，有可能是风向的问题，应该没事，推油门就起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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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什么问题，这个场地非常好。走吧，直接梭哈，走，起飞。哎，我操，可以，头有点重，微调最小，还是头重，再拉一点。好，可以了，基本上调平。哎，哇，不至于吧，我操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连接的位置断了，啊，就连接这里，那里面要插一点碳杆什么的之类，插回去，啊，又完美复活，转到了这里，斜的，然后断了，后半段有问题吗？看一下，后半段没问题，哦，这里磕了一点点，这个超音速导流锥掉了，给它粘回去就好了。小三，小三，回去粘一下。2000 years later， 这个黑鸟再来试飞一下，上次给飞过饭了，然后把机头给炸断了，现在这里修了一下，两边加了两个碳杆进去，又更丑了，感觉这机头有点微微上翘。看今天会把这飞机给飞废掉。好，走，起飞，冲！起，哇，重心刚刚好，起落架关闭，好快这个飞机，副翼有点灵敏，左转，顺风低空冲伞，哇操，暴躁，看来黑鸟这个超音速不是盖的，我操，飞高一点就有这种真黑鸟的感觉了。再来试一下空翻，好，走，3、2、1，起，哦，拉，飞高点，倒飞，哎呀，还可以，还挺稳，转弯，准备降落。起落架开启，喂喂喂喂，啊哈哈哈哈，大风一吹吹翘头了，不过还可以修。今天带了3架飞机出来，全部都报销掉了，还有一架没飞起来的。
这个算什么原因？这个算是加落地一下，然后它抬起头来了，刚好风又吹，然后就把啊吹了翘头失速了。但是倒过来了，我还想推着杆，我看能不能推满油能起来，我推着杆也起不来，然后就断了。哎，这蓝翔的飞机呢都是这个样子。是，就这样吧，今天的试飞结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一下。你的三连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